欢迎您收看社会简报。好莱坞通过支付数百万美元给罗素·布兰德来让他成为自己。英国每日电讯对罗素·布兰德 （Russell Brand） 在七年期间涉嫌性行为不当的调查，揭示了好莱坞在巩固他那个英勇的花花公子形象中所扮演的角色。布兰德在好莱坞的成功与其他英国喜剧演员如彼得·塞勒斯 （Peter Sellers）、比利。 康纳利 （Billy Connolly） 和达德利 （Douglas Moore） 所设定的模板相一致。他们突然受到电影界的接纳。布兰德以确立的喜剧形象意味着他只能扮演自己的版本，而电影公司为了让他在银幕上做自己，支付了他数百万。然而，布兰德在二零一一年的电影《亚瑟王》中试图从放荡的喜剧配角转型为浪漫的男主角，结果事与愿违。该片的失败标志着他在好莱坞辉煌岁月的终结。 在他在好莱坞的时间里，布兰德将这个行业视为洗白和清洁他的公众形象的方式。只要有利可图，电影公司就乐意配合。布兰德否认了性行为不当的指控，并将其描述为协同攻击。共和党提议在密尔沃基酿酒人队的球场升级上花费六点一四亿美元的公共资金。美联社，共和党立法者提出了一项法案，修复和翻新密尔沃基酿酒人队的体育场。 州政府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向球队提供六千零八十万美元，并在二零四五至二零四六财年之后的每年提供两千万美元。市政府和密尔沃基县也将分别贡献二点零二亿美元和一点三五亿美元。球队将贡献一亿美元，并将其在美国家庭球场的租约延长至二零五零年。因前 NFL 球员威尔·史密斯之死的罪名被推翻，一名男子的重审被推迟。 美联社，卡德尔·海耶斯的重审被推迟了。他因导致前 NFL 明星威尔·史密斯死亡而被定罪。法官没有给出推迟的原因，但安排了周三的预审听证会。海耶斯声称他在2016年的一次冲突中，出于自卫开枪射杀了史密斯。由于陪审团的裁决不是一致的，他的定罪今年早些时候被推翻。N、嗯、是我们社区的一个污点。 圣约翰市市长表示，加拿大 CBC 加拿大圣约翰市市长唐纳里尔登表示，美国铁金属公司将收到一份消防服务账单，因为其金属回收厂发生了火灾。里尔登表示，火灾分散了为一场飓风做准备的资源，并且这场火灾不应该发生在靠近居民区和对旅游业至关重要的港口附近。他补充说，这场火灾将对该地区产生长期影响。 苏埃拉·布拉福曼表示，警察不是为了与变装皇后跳舞而得到报酬。《英国独立报》英国内政大臣苏埃拉·布拉福曼批评了觉醒执法，并暗示警察应该专注于打击犯罪，而不是参与 LGBT 加骄傲活动等活动。布拉福曼发表这番言论之后，他下令对警察中的政治活动进行审查。他表示。 首席警官和选举产生的警察与犯罪委员会应该优先考虑减少犯罪和重建信心，而不是玩弄政治。布拉福曼还暗示有充分的理由将中国列为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将其纳入加强版外国影响登记计划。罗素·布兰德提议带着裸体助手去见吉米·萨维尔。英国独立报最近对演员罗素。 布兰德的指控浮出水面。一段就采访中，他开玩笑说自己的私人助理曾与吉米·萨维尔赤身裸体相见。这段采访再次引起关注。布兰德被指控在公众视野中的七年期间犯下强奸、性侵和情感虐待等行为。在采访中，布兰德在自己的广播节目中给萨维尔打电话，并开玩笑建议自己的私人助理与这位声名狼藉的主持人见面。 当萨维尔建议助理赤身裸体时，布兰德大笑起来。没有证据表明这次见面真的发生过。萨维尔被指控性侵至少五百名受害者。中国式摇滚席卷石家庄，罗振浩正面连接。二零二三年五月下旬，河北省委联合石家庄市委、宣传、文旅、统战三个部门一起开了个会。 会上除了一个正厅级、三个副厅级和几个处级干部外，还有一群滚圈的人，如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的主唱行迪、万能青年旅店乐队贝斯手季更三家本地 Live House 的负责人。参会名单打错了两个人的名字，把行迪写成了行迪，季耕写成了季耕 这场由政府组织的石家庄摇滚乐调研座谈会，只为讨论一个主题：如何把石家庄打造成一座摇滚之城。会议开始了，首先由从业者介绍石家庄的摇滚乐发展史。摇滚之都一说，实际上在乐迷群体中流传已久。除了石家庄直译成英文恰巧是 Rock Home Town 摇滚之乡，这里还诞生了两本全国最早的摇滚乐启蒙杂志《通俗歌曲》。 摇滚和我爱摇滚乐，以及一首经典歌曲《万能青年旅店》以下岗潮为背景创作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根据政府组织专家统计的数据，石家庄共有三百支乐队，其中五十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接着是领导讲话，要打造一个文化现象，争取十月份出圈。一位参会人员记得，有领导在解释项目缘起时还说了句。 我们的摇滚乐总比淄博烧烤高级吧？三月到七月，类似的讨论会开了七八次。石家庄第一家 lay house 地下丝绒的创始人韩强每次都在。他说，几乎每个领导见到他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摇滚乐？他反复解释，摇滚乐是西方舶来品，咱们要扬为中用，提炼其中的精神——自由、博爱，能带给我们力量。一次统战部组织开会。 是交管、公安、消防都来了。韩强在会上忍不住说：“总问我什么是摇滚，我觉得政府敢于发出这样的口号，振兴国民经济，这本身就挺摇滚。不过要做，就要有真正的摇滚精神，大刀阔斧，破除老旧。比如，能不能允许骑摩托车去看音乐节？因为摇滚乐崇尚自由的精神，跟摩托车密不可分，摩托车就是我们自由的灵魂。”交管局局长马上说：“不行。” 你看强子，我们有数据，和石家庄同等体量的城市，每年平均有二十人死于摩托车。再说禁摩是上面政策，韩强对他是一刀切，剥夺我们合法的路权。统战部部长让他俩加个微信，你俩下边聊，严重脱离会议主题了。也有领导问韩强，能不能把杀不死的石家庄人用作活动主题曲？韩强说，千万不要。 矛盾点太大，一定会被广大乐迷喷成筛子。那是两年前，河北共青团根据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改编的，把歌词“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他的脸”改成了“黎明在临华北平原，重拾散落的信念，生活在经验里，直到大厦崩塌成了重逢在春天里，无悔的石家庄”。对下岗潮的描摹变成了满满正能量。发布后，演唱者被骂到公开道歉。 想着说不定能帮到本地摇滚乐滚圈人士，纷纷给政府出主意，每月给乐手发补贴，帮助我们本地的乐队做摇滚专列，把石家庄摇滚乐史贴火车上，让他走向全国四面八方，打造一个摇滚街区，要那种工业风大厂房，建排练室和演出场地，每天办活动。你给我一个地方，我来帮你弄。领导没明确回应，他们不清楚会不会被采纳。一次会后。 本地十几支乐队代表被召集起来，跟省里一位领导吃饭。乐队们开始还有点拘束，后来喝了点酒都放开了，还有人自称摇滚诗人，当众朗诵起原创诗歌。只有领导不怎么说话，他拿出一个笔记本，认真记录着乐队之间的聊天、流派、风格，什么是 Pogo、死墙。他嘱咐在场的乐队，摇滚乐应该多唱些正能量的东西。七月十三号。 石家庄发布官宣，今年七月至十月，我市将举办 Rock Home Town 中国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广泛开展群众性、公益性、常态化惠民演出活动。两天后的周六，一段视频率先登上热搜，一支乐队被安排在石家庄地铁车厢里弹唱，吉他手坐着弹琴，主唱一手把着扶手，一手拿手机看歌词，晃晃悠悠的唱。热评一条是。 上一天班很疲惫，回家也不能安静一会。同一天，全市十个商区和十个公园开始了摇滚演出，从晚六点持续到九点，二十五支乐队参与。一位承接演出的演艺公司经纪人告诉我，演出突然增多，本地的原创乐队根本不够用，因此这里面有一大半是临时凑起来的商演乐手，有些连乐队名都是现取的。一支本地原创乐队五福乐队。 五名成员正职都是在民营教育机构里教乐器，这次特意请了假，无偿来演出。早六点开车六小时赶到石家庄，然而当他们下午一点到了现场要试音，舞台设备还没搭好，负责人说五点肯定能试上，等他们五点再过来。刚上台试了五分钟又被赶下来，因为政府那边要拍个宣传视频。又过四小时，晚九点他们终于上台了，但当主唱刚把吉他插上电，负责人又跑来说演不了了。 台下人太多，领导怕有安全隐患，乐队五个人一句话没说，各自收拾东西回家了。一周后的七月二十二日晚六点，一条步行街上又办起演出。穿过铁板烧、烤冷面、炒冰果等一众小吃摊，拨开逛街的人群，才看见一处二十平米左右的舞台，大屏幕循环播放着国家反诈爱的宣传视频，几个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和几位女警。 人手一只穿警服的小熊玩具，用罗大佑童年的旋律唱。反诈艾特里什么都有，一定不要被骗走半毛钱。台下聚集了上百号观众，天气燥热，有人拿着冷饮，有人不停扇扇子。三名消防员和三名特警齐刷刷站在观众两侧，十名警务人员不时在人群里穿梭。后方还有二十多个街道办找来的志愿者，身穿白色 T 恤，上面印着“我是文明市民”。 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其中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男孩告诉我，他们的任务一般是捡捡地上的垃圾。一位和舞台工作人员穿同样黑 T 恤的大妈，拎着一兜子刚买的生菜。欢迎你们来听摇滚乐，一支名叫天气预报员的流行朋克乐队上台了。舞台没给乐器配专用音箱，鼓也没有鼓麦，用一个普通麦克风支在旁边。 后面观众不断念叨着，听不清。乐队唱一首摇滚歌曲，我没有经历明天，好像那梦中永远梦不到的画面。啦啦啦啦，主唱把 T 恤蹦湿了一大片，把麦递向观众互动，只有前排三五个人跟着应和。演到后面，音箱开始频出杂音，主唱声音也有些劈了。为带动气氛，他用跑调严重的嗓音唱起周杰伦的《七里香》，这时台下几乎所有人都跟着唱起来。 还有人挥起荧光棒，多数都不是来听摇滚乐的。转场时，主唱对我说：“夜幕降临，安静站着的观众中，一位八零后女士挥舞双手，一直跟着音乐扭动。听说我从外地来，她从胳膊上摘下一个闪灯的手环给我戴上，上面印着‘我爱石家庄’。她就在附近摊位卖这种手环。她说很支持政府搞演出，能带动经济，最好再建点儿童乐园。” 手环质量很差，到家就不亮了。这些演出中很少见到本地乐迷的身影，他们都去 live house 和音乐节。我在酒吧碰到三个刚从内蒙看完音乐节回来的乐迷，他们二十岁出头，经常组团去外地看演出，为带大旗到现场还特意坐三十多小时的绿皮火车。但对于自己家乡打造摇滚之城，他们显得漠不关心。 就觉得挺荒诞的吧。一个女孩说，她的印象主要来自河北共青团改编的那首《杀不死的石家庄人》。一次演出转场途中，一位主唱指着一个舞台工作人员对我说：“你看见那个领头的了吗？他一直盯着我们，不让接受自媒体采访。”又有一次演出后集体采访，一名外地记者问乐队是哪个部门联系他们来演出的，一名中年男子立刻跳出来。 责令所有人把录音笔和录像设备关了，说所有关于政府的事都不许往出说。记者问男子是哪个部门的，对方答他也是记者，本地媒体的。摇滚之城开启一周后，热度最高的一条新闻并不是关于音乐，而是石家庄乐队暴力香槟演出中当众脱裤子，视频在网上迅速流传。第二天，省宣传部上午就组织开会，下午也在开。 晚上，市文旅局对媒体回应，这场演出不属于摇滚之城，并强调官方活动都有前置审查，不会允许发生这类情况。紧接着是通报，此事危害社会公德，涉事歌手被行政拘留，场地巴黎贝内尔前足球教练恋童癖者在监狱中去世。英国每日电讯，巴黎贝内尔 （Barry Beno） 是一名性侵儿童的足球教练。 他曾引发一场重大的虐待丑闻，如今他在监狱中去世。这位现年六十九岁的男子因对男孩进行性侵犯而被判处三十四年监禁。贝内尔曾在斯托克城、克鲁、艾利克桑德拉和曼城等多家俱乐部工作。他被描述为大规模虐待儿童的恋童癖，他利用许诺让孩子成为足球明星来策划并虐待他们。据信，他强奸和侵犯了至少一百一十五名年轻男孩。 他的受害者指责足球界将俱乐部声誉置于儿童安全之上。贝内尔一直在与侯爱做斗争。据报道，他将自己的病情称为因果报应。监狱和缓刑监察员将对他的死亡进行调查。上个月，前克鲁艾利克桑德拉俱乐部经理达里奥·格拉迪 （Dario Grady） 因在担任俱乐部青年教练期间未能对贝内尔的问题采取行动而被剥夺了 M B E 勋章。亨特。 拜登在税务局代理人在国会作证后，对税务披露提起诉讼。加拿大《环球邮报》：亨特，拜登对美国国税局 IRS 提起诉讼，声称两名特工公开分享了他的个人信息。诉讼辩称，此案不适用举报者保护，而其中一名特工的律师表示，任何机密信息的披露都是在举报者保护的授权下进行的。这起诉讼是拜登面临的最新法律战。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仍在对他进行调查，而这一事件发生在对他父亲的弹劾调查的政治背景下。时装秀美化虐待，模特们展示假伤。英国独立报：一场伦敦时装周的秀被批评美化家庭暴力，因为模特在 T 台上展示了假黑眼圈和伤痕。设计师 m a l o l a Organisi 的秀中，有一名模特穿着一件印有裸体女性的衬衫，搭配宽松的军装裤。 鼻子流血，两只眼睛青肿。其他模特穿着衣服、化妆，模仿刀伤和瘀伤。家庭暴力慈善机构 Refuge 和 Women's Aid 批评这场秀轻视这个问题。设计师还引发了争议，因为他设计了印有英国、沙特阿拉伯和日本国旗的迷你裙。肖恩·潘恩谈论与泽连斯基合作的电影。卫报，演员和活动家肖恩。 潘最近发布了一部名为《超级大国》的纪录片，讲述了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和俄罗斯入侵后乌克兰人民的坚韧不拔。潘的电影探讨了泽连斯基作为演员政治家的崛起，以及他在西方舆论中的影响力和在与克里姆林宫的传媒战中的胜利。潘对泽连斯基的钦佩与他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漠视相匹配。他表示，如果普京去世，他不会有不同的反应。 他还批评了西方对乌克兰冲突的反应，称其胆怯，并主张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来支持乌克兰人民对抗俄罗斯。他认为乌克兰人对西方没有失去信心，现在采取果断行动还不算太晚。他还反思了乌克兰人在外部敌人的威胁下所建立的团结和民族认同感，并对美国缺乏团结和社区感感到遗憾。他呼吁重新挥舞旗帜，寻找共同点。 即使在政治分歧中，也要找到共同点。关于 s i r g i o Brown 失踪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英国《独立报》前美国橄榄球联盟球员塞尔吉奥·布朗和他母亲的神秘失踪事件已经进入了一个黑暗的阶段，因为这名女性的尸体在一条小溪中被发现。塞尔吉奥·布朗和他七十三岁的母亲莫特尔·布朗于九月十六日被曝失踪，他的尸体在离他家不到一百码的地方被发现。 仅一天后，当局正在将莫特尔·布朗的死亡调查为一起谋杀案。据报道，监控录像显示塞尔吉奥·布朗焚烧了他母亲的衣物。梅伍德警察局尚未公布任何与此案有关的人物或嫌疑人。关于塞尔吉奥·布朗自2016年退役以来的生活，我们所知甚少。英国足球教练因多起儿童性侵案件被判有罪，最终在监狱中去世。美联社。 巴里·贝内尔 （Barry b a n n e 是一名英国教练，曾卷入职业足球界的儿童性侵丑闻。他在狱中去世，享年六十九岁。贝内尔曾在曼城担任球探，也曾在克鲁艾利市担任教练。他因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多项罪行被判处三十四年监禁。在他的审判中，法官们将他形容为魔鬼化身和父母的最大噩梦。贝内尔的死因目前尚不清楚。 监狱和缓刑监察员将进行调查。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六度 brief 点 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